立委选举结束，但立院激战才正要开始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？问世间真理是何物？网友点名各党战神归位，民进党王世坚成功重返立法院，对上同样回国的国民党韩国瑜，两人再续是议会火花。而且我觉得韩国瑜也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啊，比方说他口才超好的啊，我常常说韩国瑜是从嘴巴先生出来的哦，他的口才是。他的口才是一流的，然后我应该跟他多学学他的口才。网友期待跟韩国瑜大 PK 的还有黄杰。以上要什么吗？当然是高雄要什么？高雄要发财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过去的经典会不会在立院重演？网友发问，有人开始期待立院大乱斗了吗？这次各路战神齐聚，民进党有周瑞雄、黄杰、邱毅莹，民众党的黄珊珊、黄国昌，国民党还有谢龙介、徐巧芯、罗志强，几乎大咖都来了。年轻的，然后有战力的，非常有热情抱负的一群伙伴们进到立法院，那我觉得我们身上的责任是更重的。战神齐聚，未来立院质询势必更加精彩可期。三立新闻林松斌、陈云在台北采访报道。